今天这把刀不是在我身上，是在我们的帅哥身上。谢谢，就算你把他砍，还是谢谢。除了刘文正之外，还有谁是你的偶像？姐姐林俊杰。我讲到姐姐，我马上看前面这一个。不是我，哎呀，要受宠若惊，感谢感谢青睐。黄金年华之斗歌竞技，星期五下午3:30，八频道与 Me Watch 同步观看。